10月8日，香港乐队 Mr. 举办了小型的金唱片祝捷会，一众粉丝到场同乐队一起庆贺。祝捷会现场，张敬轩、谢安琪等歌手发来 VCR 对 Mr. 的成绩表示祝贺，谭校长谭咏麟更是现身力挺，关怀后辈。Mr. 兄弟，你要金唱片，我是话你好争气，撑你撑你，叫动作，我撑你。年轻人是最能代表乐队最能代表年轻人的心态，所以香港出一队年轻的乐队最能够代表我们香港的年轻人的想法，所以也希望他们的音乐会带出来我们香港年轻人的信念，还有我们的音乐，希望他们可以像哦啊，不晓得他们能不能像我们以前的温拿，也不晓得可能也像 Beyond 啊，也希望他们现在能够做到坚定，那就对吧？明白，谢谢郝校长。Mr. 前身为独立乐队 White Noise， 主音 Alan， 低音吉他手 Dash， 吉他手 Quincy、 Ronnie 和鼓手 Tom 五人本身来自不同的乐团单位，几年前开始走在一起，以平常心来面对喜怒哀乐，同时改名以 Mr. 重新出发，在不平凡的 Band Sound 的音乐路途上，让更多听众得到共鸣。谢谢很多歌迷在过来铜锣湾那边支持我们 Mr. 就是很高兴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在这个街头上可以表演，我觉得可以就是说香港一个可不可以说一个 history 啊，在铜锣湾里边有一个乐团可以这样玩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很感动。嗯，差一点就被拉了，还在快来了，蛮好，蛮好，就不会讲这句。